不要顾着自己嗨，共享一下撒网技巧啊。技巧啊，好的，行了，我换一下网缸。这个7米高的网呢，虽然说能撒，但是今天的风太大了，说实话就不好撒。我弄这个4米高的网，来拍一下这个撒网的动作手法啊。啊，大背网撒网呢，啊，大背网撒网，你第一个要点就是结网的时候啊，这网在脖子上面啊，它先就要排成一排啊。因为这个撒网它和那个手撕网这种的靠那个上面。另外一个就是结网的时候呢，这斜面啊不宜太大。大背网前面太大，你发现啊，这网就一不用力，这网就开了，而且不好控制。不用力就开了，不好控制，这样撒网并不好撒，斜面略微小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呢，撒这个一把网的共同特征啊，你在撒网的时候，右手就带着网走，带着它往它拐弯。这一把网撒网的一个难点，为什么一把网不好撒？就是因为往大网的时候，手要带它拐弯啊。来，我们把这个网撒下来，往左一摆，好，往身后一荡，拐弯，哎，往后一拉。啊，那拐弯啊，平时呢也有不少朋友晚上在直播间问说这个拐弯怎么拐，那我等会再转个角度呢，把这个拐弯怎么打再拍一下啊。我把那个网啊往身后摆一下哈、啊，你稍微矮一点，往右一点，有近看不见。啊，我把这网往身后摆一下，看看这个手往后边拐弯怎么拐啊。往前一推啊，往后一摆，哎，往。前一推啊，往后一摆，哎，往前一推啊，往后一摆，哎，啊，这样的动作看到吗？啊，手往后面走，一边走的时候一边想要带着呀，这网就等会要往外翻来干。只要把这个手哈、啊、往前推往后摆的时候啊，这网往外翻的感觉找得到，你手能翻得过来，把这网翻过来就好撒了。很多朋友在学的时候呢，他手荡到往左边推啊，往后摆的话他就直来直去跑，直来直去跑什么意思啊，就一直跑不知道拐弯。这个拐弯的感觉好比什么呢，你现在骑一个电动车啊，前面一个路口要拐弯，你要怎么样啊，你会潜意识的人啊往那个啊往这个拐弯的内径啊稍微歪一点斜一点啊，这种感觉是吧。如果你说你不控制这个角度，车子直接拐的话，我估计你就翻车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往往后摆的时候啊，你不能直来直去吧，就好比说这个路口拐弯一样，对吧，你往后边来的时候啊，哎，得拐个弯，把这网啊拐个弯拉回来啊，这样子呢下面啊拉上面啊什么啊就全部就接上了啊。这个呢一个视频两个视频你是说不完的，你多看看啊，平时有什么问题大家再问啊，可以了，就这样，拜拜。